走，继续带大家逛江北最大的花卉大集。叫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棒棒糖月季，这四季茶花缺光了，有点开花散着。这花特香，这是个大花的桂花呢。开完花里边还长叶，哼，这个品种好。小蝴蝶兰，这就传说中的人参果。凌霄，好多花友还问凌霄怎么养，这种适合在北方作为地栽，和月季养的方法一样，没有光照就算了。那这型的这个无花果，哎呀，大玫瑰，我讲过是吧？这种就玫瑰了。好多人说玫瑰怎么养？玫瑰跟月季还是养月季，月季月月开，玫瑰一年就开个一两回。大块的宝莲灯，宝莲灯，宝莲灯有的话说养不好，它原产地菲律宾，一般家里边条件都不够，所以说就这么养。太阳花，基本不会养花，你就养这玩意儿。水多水少它死不了，还会结种，越养越多。蝙蝠草、飞机草是另外一种入侵品种。这个是蝙蝠草，还有好。以前咱那个路边上，咱山东也有，福建那边更多，全国各地都有这种，一碰就合起来。有的人说这个为什么不合起来了？不合起来就是缺光了，缺光了就合不起来了。很多人说，老万一为什么我的三角梅光开花不长叶子？那你是？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就凡尔赛是吧，本来就看花的东西要那么多叶儿干什么呀，你打开给你打开比如说大声花花，你看着在哪个女儿直播的，咱过去找找的标志性的笑容。这种就是棒棒糖型的大米兰，很多人老问米兰开花不香，那一般都是缺光，闻也闻着米兰不香呢。你如果说想要养开花香的，尽量的养九里香，九里香还有茉莉桂花的这个香。这就茶花，茶花也香。这种茶花二般人养不了，二般人你就养这种四季茶花练。这个小木槿就老爱开花，棒棒糖就是更贵一点。这个是佛手托金，翠绿翠绿的，里边那个是芝麻掌，外边这种叫仙人子，也叫仙人棍。他们要看那个园丁啊，很多人都说老花姨赶了大集，木槿，我想要买，怎么买？对对对，找我，找我特地，从手搜索大翠花卉也可以了。现场你们拍了，我现场就带走。这边就16。大丽花也是尼古拉斯渴望兰，观叶好看，不爱开花。正儿八经天堂鸟比它窄，也就有这么宽，这个叶子也就这么宽，这么宽，就这么宽。稻花金钟很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19.9，包邮到家。你们干的，我走了。好，行。就是看着鸟，我能看一天。在我们山东看打牌，你看几个人就行了，四个人升级，五个人保皇，六个人就够级。我打这个也是一把好手。这什么？这海棠吗？好像是海棠，那种大叶的，不知道是啥，应该是海棠。前几年这个东西叫电脑宝贝儿。放到电脑旁边，它是吸辐射的。立格海棠，立格海棠这个老有花友找过药，但发快递的时候容易掉花，就一直没怎么卖。特别漂亮，这个叫橡皮树，也叫黑金刚，特别的好看。旁边这个是双线竹鱼，你看才8块钱，这种一发快递就贵了。你8块钱的东西，你光打包，快递费就得5块钱，纸箱费2块钱，打包还得1-2块钱。这一下就得加9块钱，就17-18块钱就不赚钱。你要卖19.9，平台再抽1块钱，卖19.9都不赚钱。有人说啊，老万你卖花挣好多钱，不是说挣好多钱，
看吧，这玩意会开花，开花以后老漂亮了。这不就是那康乃馨吗？是外太阳花，嗯，开着花，有的人闻得像臭狐的味道。你看您的嗅觉不一样，感官也不同。还有睡莲，水葫芦尽量的别放生，自己不玩了就给它弄上。一直跟花友们说，你看新长出来这种叶子应该是这种绿绿的，新长出来叶子这种黄黄的，就是黄化病了，类似于人的营养。好了，今天的大集呢就逛到这儿了。如果说想要买的兔宝们呢，你可以从快手上搜索大叔花会，我徒弟每天都赶大集给大家选花，而且都是一步一拍的，很不错。这老花一，两花现在小气的一，不见不散，来，嗨，嘿嘿嘿嘿。